然后第三，请问关老爷被毒箭射中，在刮骨处理伤口，并没有上麻药，可是他老人如如不动，阅读书本，这不是已经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吗？可是他老归功的时候，并没有去雨天，而是去气天，请问刘讲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要当老母啊！这个、哦、我们要了解到那一种这个就是刮骨的时候啊，本来是很痛，可是你把它呢转移啊、哦、到佛性本体的话，佛性本体是不会痛的、啊、那他、哦、老人家呢就是、哦、那个中医啊传世，因为啊他是中医，不是说他现在、哦、在七天、啊、而是派他来掌管哦，现在啊做提供了、啊，所有大小事啊由他来掌管，来管观音怀这一干，哦，是这一个职位了，让他在七天，不是说他的修持啊只有到七天而已啦、啊。